我要吃这个。那今天吃什么好料的？先吃什么好料？先吃一个这个。好，加开开，我吃芥末酱。吃芥末酱。吃芥末酱的接吞哦，辣死你！接吞。好，开。哎呀，我沙米，我吃芥末酱。我吃那个虾，反正我也不知道。怎么没有？我的牌又回来了。我牌没回来哎，筷子被用掉了吗？我的筷子还在我这。看你要吃什么？我已经把芥末酱吃掉了。我生吃芥末酱，辣死！不算了，我这个。好，开筷子。那个吃筷子，这个虾寿司吃筷子。炸虾。我用掉筷子打两张。你打。啊！我要再吃这个很好吃的东西。好，开这个芥末酱。好吃的芥末酱，好吃的花枝，棒！有两个，可以有两个芥末酱。这个，一个，你看我两个芥末酱，我已经吃了两个芥末酱。好，我吃了。一个，我吃两个芥末酱。你只喝了两泡芥末酱。耶，买回来了。这水饺那么多，要花费什么时候？算了，先用筷子。三二一，开筷子，布丁，哎。爸爸，哎，对哦，啊，爸爸，布丁没吃的话要算吗？什么意思？就是如果他没吃，要算吃最少吗？是啊。开布丁，寿司。当零。那是寿司卷，寿司卷不能沾芥末酱。开布丁，那两张。对不对？水饺当布丁，水饺。这个分数很高哎。先留一张。好。开这个寿司，这花生寿司，然后最后一张打开。哇，寿司卷。发牌哦，老爸没布丁，都没布丁。好，开芥末酱，我喝芥末酱。生鱼片，我用筷子打两张。再打一张。开两张布丁，这个花枝寿司加芥末酱布丁，厉害，有没有看到？有，超厉害。吃点生鱼片吗？生鱼片。然后我想起上次你每次玩都一直说牛肉。对啊，我每次都把寿司店没有牛肉好吗？好，决定。觉得我想去了。吧，所以这个生鱼片六个不就二十分？对。但是你也要留。啊，我吃这个。等一下翻一翻又，好开，等一下翻一翻又没有生鱼片，那开就没有，等一下你翻一翻又没有，大家都没有六个就没有，都没布丁啊，把你们都还没吃吗？没关系，我用筷子打两张，哦，哎，开，开，那个水饺，筷子，水饺加虾子，我用筷子打两张。一定有布丁，不是布丁，一定会有布丁，没有，不会有布丁，相信我，不会有布丁。好，开筷子和花枝寿司。你用筷子打筷子跟花枝寿司？对啊，因为它里面有两双筷子。无聊，那你就直接打花枝寿司就好了。我用掉筷子打两张。神头，这我们手上的所有牌都没打两，我用这筷子打两张。爸，那我打过寿司一定要放在这个上面？不一定。那我打这个，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。可以，可是那个对啊。然后这两张，可以，好吗？开筷子。这个寿司卷和 dumpling， 我筷子要三双，就这个，我要三双筷子。你三双筷子没有用，因为每一次只能用一双。你这样只是浪费你的回合数而已。好吗？开筷子。这个三双筷子就是鲑鱼寿司，一个筷子打两张，好，对，开大寿司两张卷寿，然后细卷，把最后一张打开寿司卷，寿司卷最后一回合，
一二三，哎，来了。所以生鱼片也不能沾那个瓦萨比。生鱼片不能沾。所以只有握寿司才可以。用筷子打两段。我也用筷子打两段。我打哪根好呢？这个好了。好，开瓦萨比。两张布丁，两张布丁。两张生鱼片。布丁布丁，布丁布丁。来，开筷子。水饺。我用那个筷子打两张。我用筷子打两张。我用筷子。我用筷子打两张。打两张。三回要用三种。好，开。两张虾寿司。两张虾寿司。两生鱼片。看卡死了呗。为什么？啊，你还有两个哦。哇，糟糕，我少一个。哎，爸爸，你怎么那么多生鱼片呢？我少一个啊。把你生鱼片放盆。把你生鱼片放盆。没有了，生鱼片没有了，少一个，浪费了。好，开我筷子。把你布丁还少一个。我没关系，我只要不要最后一个就好。我用掉筷子。最后一个要扣分。打两张，第几张？七八张。他差一张。差一张，拿太多、啊。嗯，没生鱼片。哦。开。哎，水饺，我这两张，五个鲑鱼寿司配瓦萨比。欸、爸，我五个水饺，还有蛋寿司15分，这玉子烧。啊、哦，哎、欸，这里面有3双筷子耶，这都我用的。好了，都我用的。开筷子，鲑鱼寿司，筷子，玉子烧，蛋握寿司，蛋寿司。哥，你看，五个。哦，哇塞。哇，15都没有。爸，那如果6张不就16？没有，我觉得应该也算。对，6张是。我花1双筷子打2张。好、哦。我玉子烧和寿司卷。寿司卷。嗯 ，OK。芥末酱。嗯。就这个。花1双筷子打2张。好。寿司卷，2张寿司卷。哇！筷子，哦，筷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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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来算。哎、欸，都有用的，都有用的。我先算，我先算。哦，这个水饺4个10分，十分。跟我先算布丁，布丁，布丁。啊，我第一。啊，6分，你扣6分。好，所以现在4分，4 3 3 9，等下9 9 9 2 18减4 14。9 18，我都要减4。因为我这个没，这个最少，哎、欸，18 减6 12。对啊，你那不是10分吗？对啊，然后9 2 18，所以28，再加28，然后再减6。22，然后22，25。我这芥末酱放一边没用。28，28，等一下我先28，好，没事，28。这个10分，38，4。42 44，2 3 6 4，哎，哥，芥末酱坏掉，哥，芥末酱坏掉，哎，没有，等下，芥末酱坏掉，坏掉，过期，坏掉，10 20 24 6 80 30，32 32加10 42 47 47 57，啊，我比你少，你多少？我5升。哎，我53吗？我不知道。六十加二十，十二加三十，三十五，三五加十五，五十加零，哎，50加2 52，好，我第二名。再来一遍。先布置左左寿司走走寿司左左寿司我是左左 I am beautiful 我是右右 I am cute 最好是